哎，我去给我老板提收回给你哦。怎么样？我今晚这个计算关我多少啊？哇，那吗？无啊，我较平一点尔。那啊？对啊，今日做啥？炒点硬菜啊。做硬菜尔。啊不，我煮一杯伊啊。啊不嘛，一汤炒菜。你讲外国口炒，你食会饱安尼啊？我再煮一个米苏汤，炒一个鸡吧。做啊紧的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卖给我逼掉啊！你若你给我逼掉，你什么拢做得出来啊？你确定你什么拢做得出来吗？啊无嘞。哦，你即马去做一下月亮虾饼。哎。啊。我想我牙刷嘛。为什么呀？要六支毛啊。六支毛得买我。三支毛最后一支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卖给我逼掉啊！你若你给我逼掉，你什么拢做得出来啊？你确定你什么拢做得出来吗？啊无嘞？哦，你即马去做一下月亮虾饼。头家，我今日来上班足忝呢，你该当买一只奥多麦好啊？买奥多麦？对啊。贵啊！今奥多麦用龙丝啊？真啊假啊？系啊，你搁买吗？安尼卖无？我可以演就好啊！我领导来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阵仗，这我冇看过，你看这边是咩了吼？我带来往右边，你进去看。这边嘛在了消耗的。我离开故乡几啊年啊，永远去想着阮阿母做的肉燥饭，我的心肝头都渐渐啊酸起来，我的目屎嘛对我的嘴角起有流落。我都实在太妖了。林老师，我心情不好，你敢会使陪我开讲？我心情做好，咩啊乱个边啊！哎，啊，我使换牙刷嘛？为什么啊？六支毛啊！六支毛得买我？六支毛最后一支啊！这疫情来了是咁结束啊？对啊。讲到这個，我嘛是第一届因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出国去耍。啊，无较早每一冬啊，比如讲美国啦、英国啦、加拿大啦、越南啦，对一届毋是因为无钱较无去的。嗯。啊，若是疫情的关系无去，这是真正第一届。来，大家炒完的料理单又搁来啦。哦，啊，先我大家看一下材料：洋葱、卤包、蒜头、啊，冰糖、八角、芹菜。啊来，杏鲍菇，啊调味料的部分有酱油、米酒啊咧。好啊，安尼咱的古板鱼完成啦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哎，我这个我要提收回给你哦。有啥物啊？我今晚这个计算关我多少啊？哇，安那吗？无啊，我较平一点啊。林老师，我有啥物晒棒棒的，我的体重拢无变化。你敢是放伫房仔顶玩？系啊。林老师，我昨下去买一罐香水啊，啊我嘛是第一届买香水，你敢会晓喷？伊迄要喷伫地，迄味会冷冻较久啊。喷味道啦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。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